干燕窝，闻起来的味道像什么呢？请问真的干燕窝啊，闻起来带有一股什么味道 ？A. 蛋清味。因为燕窝蛋白质太高了嘛。可是它是干燕窝，对对，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你在十秒钟就已经在怀疑是这个答案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你会看透我的心吗？太可怕了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